我是彩虹鱼。在蓝色的大海里住着一条鱼，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，就是找遍整个大海也找不到这么美丽的鱼。它那五颜六色的鳞片，就像彩虹一样，绿的、蓝的、紫的，闪闪发光。别的鱼都羡慕地睁大了眼睛，叫它彩虹鱼。来呀，彩虹鱼，来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可是，彩虹鱼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就嗖的游了过去，还骄傲的闪了闪鳞片。有一天，一条小蓝鱼从后面追了上来。等等我，冲他招呼道：“彩虹鱼，求求你了，把你的闪光鳞片给我一片好吗？就一片，实在太漂亮了。再说，你有那么多。”都是我的闪光鳞，我不给。小黄鱼说：“彩虹鱼，求求你，把你的闪光鳞给我一片，好吗？都是我的闪光鳞。”我不给，小紫鱼说：“彩虹鱼，求求你了，把你的闪光鳞给我一片好吗？都是我的闪光鳞，我不给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一条鱼搭理彩虹鱼了。有一天，彩虹鱼向海星诉苦说：“我这么漂亮。”为什么谁也不喜欢我呢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海星说：“不过啊，你要是越过珊瑚礁，游进一个深深的洞穴里，就能见到无所不知的章鱼奶奶了。”他也许能帮助你。彩虹鱼找到了那个洞穴，里面黑乎乎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黑暗中突然有两只雪亮的眼睛。盯住了彩虹鱼，紧接着章鱼游了出来。
我正在等你呢，章鱼用低沉的声音说。海浪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我建议你把你的闪光鳞分给每条鱼一片。你虽然不是一条最美丽的鱼了，但你却能体会如何获得幸福。可是，彩虹鱼刚想再说些什么，章鱼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墨汁里了。把我的鳞片分给他们，把这一身闪光鳞分给他们。没有了闪光鳞，还能获得幸福呢？不知道谁的鱼鳞轻轻地碰了彩虹鱼一下。原来是小蓝鱼又来了，彩虹鱼，求求你啦，别生气，只要给我一片最小的闪光鳞就行。彩虹鱼想，好吧，只送一片最小的闪光鳞。彩虹鱼小心翼翼地把一片最小的鳞片送给了小蓝鱼。谢谢，太谢谢了！咕噜咕噜，小蓝鱼开心地吐出了一串泡泡，把闪光鳞贴到了自己那蓝色的鳞片当中。彩虹鱼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他久久地凝望着小蓝鱼闪动着新的鳞片，在水里游来游去。终于，只剩下最后一片闪光鳞了，彩虹鱼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分给了大家，可它却觉得非常幸福。来呀，彩虹鱼，来和我们一起玩吧！大家叫道。来啦！彩虹鱼说着，很快地朝着朋友们游去了。